在台北万华的金华路段，有一家酒店自助餐竟然不用600元，各式料理、新鲜海鲜，甚至还有罐装啤酒。这样子，老板没问题吗？大家好，我是土豆。我们现在来到台北万华这里了，然后在我们身旁的这一家是台北花园大酒店。它这家酒店最近在票券平台有卖一张票券，我们只要花500多元就可以享用它的自助餐，吃到饱。不过 OK 啦，等一下我们就一起进去吃吃看它的表现会是如何吧。 Go！OK 啊，各位，现在我们已经就座了。然后我刚刚有先去看了一下环境，我是觉得今天这个环境以这个价格来说，有沙西米、五比鲁，哎，还有一些现做料理，哎，其实它这个感觉蛮不错的。不过 OK 啦，等一下我们就去拿点东西来吃吧。小站一下，
啊，各位，我们已经拿第一回合料理回来了。我是觉得说，虽然他今天整体的熟食好像就这一些些东西而已，可是你要想，有熟食，有沙西米，有壁炉，而且这边还有酒店给你的质感、装潢、环境的享受。而且他今天现场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份烤鸭肉可以吃啊。虽然说他们刚刚有拿了一盘很浮夸的鸭肉给我，我想一般的啦，这个太……他叫我说拿这份拍起来比较漂亮啊。可是我是觉得说，我们今天拍影片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我们实际的体验，所以我就跟他要这个吃给各位看。只不过在开始吃之前呢，我们先把我们的生鱼片好朋友哇沙比酱油给准备好了。我觉得它是我们很熟悉的瓦萨比，但是说以今天这价格来说，非常的合理。来吧，其余生鱼片。哎，它这个生鱼片很新鲜呢。我们先用这个萝卜丝洗洗嘴巴了。来，偷肉。哇！哎，各位啊，他今天这生鱼片吃起来口感绵密，而且新鲜度也是没话讲的。不行的，我觉得我们先来喝点啤酒吧。敬各位了。鲨鱼烟。哦，我跟你讲，它这个鲨鱼烟吃起来的口感还有鲜度，跟我在基隆吃到完全一模一样，它是有水准的。好了，各位，是说刚刚酒店人员啊，他们看到我在那个角落拍摄啊，他们觉得位置是不是太狭窄了，所以他们帮我直接换到这个大桌子啊，我们感谢他们啊。还有他今天现场竟然有我喜欢的炖羊蝎耶。哎，好啊。你有没有停车？哦，没有，按自主核销。自主。哦哦，好好好。好，感谢你。哎，谢谢。好了，各位，刚刚酒店人员跟我们核销我们餐券的，这羊肉除了原本的膻味之外啊，还有羊蝎上面的韧带以及它的肉。这么口中咀嚼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口感我还蛮喜欢的。哇，哦，这真的太棒了！那我们用这个经典台啤敬你们呢、啊。你没有体会过什么叫食髓滋味吗？这脊髓好油啊！新鲜的蛋菜与浓烈的泡菜结合在一起，它这道味道非常的够，而且很鲜呢。
那我们来到烤鸭的部分呢，今天它这个烤鸭是现场的，每个人都会有一份的，就这一份。这鸭肉皮下有满满丰富的皮下脂肪，我们咬下去的时候，它直接在我们嘴巴里喷射开来，我现在满嘴都是鸭油香味，哇，这个很好吃哎。它功夫很棒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要给我们现场有被拍摄的人这种比较大盘的鸭肉，因为它真的很好吃。它这烤鸭味道就跟我之前吃由香港师傅开设烧腊店味道完全一模一样哎。不行不行，哦，这个口感还有香味真的太棒了。Oh my god！ 那这碗浓汤我们刚喝下去的时候，我感受到它煮到透烂的蔬菜在我嘴巴里慢慢化开来，哎，还不错哎。那我们来吃吃看这个清蒸鱼啊，奇怪，它这个鱼肉虽然号称是比目鱼啊，可是为什么吃起来感觉有点像我们熟悉一些国宴鱼之类的？来吧，他们的主厨料理。鲜嫩鸡肉搭配微辣的调味，它这个味道虽然很像宫保鸡丁，可是它这个真的是只有酒店才能做出来的味道，我很喜欢呢。我们来到炸螃蟹的部分呢。油大油炸出来的沙蟹，除了螃蟹的鲜味之外，又有这些新香料的调味，我觉得刚刚好哎。那我们第一回合的东西全部吃完了，我们再去拿下一轮东西来吃吧。今天汤底有番茄跟豚骨，需要哪个汤？鸡肉番茄的。
OK 啊，各位，那我们这回合我们拿了刚刚没有拿到的东西，还有我们刚刚觉得不错的东西，都拿起来了。我怎么反而觉得它这汤头是用非常非常浓厚的番茄糊下去做调味的，整个就只有番茄糊的味道了。沙西米吃起来啊，抽螺串吃起来，来敬你们了。我们再吃吃看他现场的凉拌鱼皮啊。它这鱼皮虽然 Q 弹，但是它使用胡麻酱调味，我是觉得好像感觉哪里怪怪的。我们再吃吃看现场的手摆虾啦。再沾看瓦萨比酱油，看看会不会好一点呢？那我们再吃吃看它的烧麦吧。它这虽然是中央餐厨的烧麦啊，只不过我觉得它口感真的刚刚好哎。再来就是羊膝的部分呢。希望下次土豆兄做一次蛋菜堆叠一座小山的，用盘子装的，记得哦，是已经去壳的，这画面应该很震撼。这个要求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哎，这样 OK 的吧？鱿鱼圈。我觉得我们拿再拿点东西，还有点心会吃好了。你给我昆布的。
哦，油面。啊，不要不要菜。蒜酥，青葱脆脆，请够各一个。谢谢。老哥，冰淇淋都融化了，冰淇淋真的要先吃啦。我看到那个冰淇淋融化到最后才吃 ，OK 啊，各位，没问题。然后我们今天又带汤匙来吃啊，还有他们今天现场有这种现做烟囱卷，他给我们之后会在里面挤上一圈双麒麟，然后这让我们自己去决定它的调味料。我觉得其实以今天500多块的水准，有这样的东西，我们真的还要嫌它吗？我麻痹味蕾，因为吃下这口冰淇淋后，我感觉它活过来了。我第一次在餐厅看到烟囱卷呢。脆口的面包撒上糖粉，里面又包着浓郁冰淇淋。我觉得它这一道料理，你光是拿去外面的咖啡店自己当个商品卖，它一定会有人吃。那我们甜点就先放旁边，我们继续完成正餐的部分吧。那我们就用这个美好金黄色，敬你们呐、啊！刷落来是大米的部分呐、啊。刚刚他们小姐有跟我说，他们达米的汤头口味会比较淡，可是没有想到吃起来真的没什么味道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再去加一点调味料才对啊。OK 啦，希望等一下他表现会好一点呢、啊。来吧，我们再用这百威啤酒祭你们呢。那这个我们应该是放在开胃菜的东西吧？马铃薯沙拉，那它这个现场标示是主厨特制啊。虽然我吃不出这个是什么东西，但是它给我口感还有味道是舒服的。昆布锅，
还是刚刚的番茄锅的味道那么浓郁，我觉得刚刚好。来吧，好 OK 啊，各位，那我们吃完所有东西了，那等一下我们就去外面做结尾吧。四卡点，咱的重点。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今晚吃想去厨房的想法吧。今天是2023年3月15号，我们吃他的晚餐场，一餐不用600块。哎，孩子，你敢会相信？只不过啊，我是觉得说他今晚的菜色还有样式，虽然没有那么的丰富啊。可是啊，它每一样食材的水准还有新鲜度，真的是它有给你酒店该有给你的感觉。那如果你问我说我们今天要这花不到600元回去吃的话，我 OK 吗？你在双北这个地方，你要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吃到饱，有食材新鲜，而且料理的功夫也是有的，真的说环境给你感受是舒服享受的，应该也不好找了吧。如果你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看到就去回复啊。还有，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或是用超级感谢功能支持我们哦。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拜拜。